梁兄，梁兄，快跑！不要管我，快走啊！梁兄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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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23年，仅仅23年，这只怀表也跟着我的生命一起停止。永乐，永乐啊！林永杰，快点，快点走！永乐啊，阿姐你要我哦，你快点走！等等，那我这一路走来，不只是一个人吗？你打你哥啊！林永杰，你给我下来啊！尤美，生日快乐！我希望尤美是，这是我兄弟梁秀。梁秀，哎，好好保管。你姓谁啊？这个护身符根本不配送我，是我害了梁秀。你现在到底要怎样？又不回家，你知道阿妈很担心你吗？我们不适合了。我知道李永乐，记清楚没？阿妈，在上里。我不想再做黑社会了，我只想过平凡的生活。哥，哥，李永乐，阿妈好像快不行了。哥。遵守承诺，梁秀会懂我吗？喝什么酒？你有事不会讲是不是？我妈身体不好，哥不回家。叛徒？说什么啊？又不是这样子的人。梁秀，说清楚哦，你不要骗我。说清楚啊！不要骗我，不然你以为你的收入怎么来的？啊！看错你哥了。叛徒。哥，我拜托你，哥，我真的拜托你，快点回来。英姐，阿妈的药费放在桌上，剩下你自己留着。妈的，贩毒是不是？
妈怎么死？干！干什么？说清楚啊！干他妈！范总怎么样啊？啊！他妈你有了不起？你不会自己去撞了？不说好你啊！从此就离开家了。阿嬷，我以为当你丢掉竹帘的时候，你连我也一起放弃了。是后悔，是愤怒，是舍不得。Thank you.